6月6日 ，JAI 的官方 YouTube 频道上传了名为 JAI 的 Vlog 的视频。视频博客显示了三位成员 Mini、雨琦和舒华在圣水洞度过了愉快的一天。外出时，三人在去涮涮锅店的路上，突然听到了他们的歌曲 My Bag。成员们在地铁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听到了这首歌，女孩们听到这首歌，顿时显得很兴奋，开始胆怯的跳舞。우리노래야저콘서트가자가자雨琦和米妮还戴上了头巾跳舞，很快，雨琦觉得超级尴尬，停止了跳舞，然后他逃离了现场，引发了其他成员的笑声。对此，你怎么看？欢迎留言。